最近啊，有人私讯我们说，哎，我们那个娇兰啊，那个面啊，只能吃素食的版本吗？有没有其他很特殊的模式，是有些荤食的，有没有也可以吃得很开心的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娇兰妈有跟我们说，他们那个酸菜口味的那个汤面啊，吃起来很像荤的牛肉面的那种口感。那我们就去用这一款，然后我去买那个牛肉，我先把它卤好，把它切得一块一块的那种卤牛肉，你就是另外再加进去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然后它就是素的，我们就来吃吃看看好不好吃，是不是真的很像素的牛肉面，好不好？ Let's go。 是吗？陈品珍，可以讲一下它的口感吗？让你练习一下，不然你每次都说好吃而已。你不是要成为最新的主持人吗？你不是要帮你同学业配？很好吃，很爱吃。吃起来怎么样？微辣。微辣。汤头香吗？香。香。那酸菜不是？不是你讨厌的酸菜。你哎，对你真的不敢吃酸菜，对不对？啊，之前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刚刚好，连小朋友都敢吃了。来，先吃，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会辣吗？一点点而已哦。一点点。你喝下汤好不好喝？很香。很香，很浓郁。这个汤头你吃的习惯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个是素食吗？除了那个牛肉之外都是素的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里面的酱包啊。你问妹妹，对对，我们刚才用那个酱包，厉害吧？厉害，好吃吗？干。干面的那种感觉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你汤加少一点，就会变成干面。因为它的汤头其实弄得蛮，我把它弄得比较浓稠一点，水的比例比较低，然后我会留一点点。酱包的尾巴再加入里面，就会变得比较像干面。哦，它那个最后味道那个导流汤哦，就汤，然后加上它那个酸菜有没有，带有点辣辣的。然后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如果你觉得有点小辣，因为它毕竟这个酸菜里面有辣椒，啊，长期泡还是会有腌制辣椒的味道。你可以加一点糖去中和它的辣度，吃起来真的很不错。然后你可以去买现成的卤牛肉，或是自己卤，哦，加进去之后就变成牛肉面了，超赞的，是吧？最后，如果喜欢我们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回来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